们是火葬场吗？来劫取尸体。您是死者什么人呢？我是死者本人。病根很深，我先给你开点药。只要想治疗好，你也得帮。楼上的朋友们，来劲是吧？可以啊，鲍老师，肥肠都敢吃。赶紧再给他办个住院手续。要死啊？是啊。这一切终于可以停止了。再追加两个疗程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这开会呢。这份合同您签一下。散会。他就是被我逼疯的那位医生。脚太辣眼睛了。快把他给我按住啊！经过我细心的呵护，大家的病情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恶化。这就是我独创的回光返照疗法。